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姐姐跟同年龄的，你会选谁？姐姐。姐姐，为什么？听起来就比较爽啊。那你是土豪吗？有吗？不搭上面。哎、欸，好不搭哦。我很像那个酒店的阿姨啦，我要。安妮好，我是安安。就是身体体健已经维持好几个礼拜了。除了变胖之外，这一件事情副作用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谈恋爱。所以我们会让疫情耽误我们的爱情。我们要尝试居家线上约会。哎，不能出去，那我可以在家约会吧？只是首先我要先找到人啦。好，现在没取到一个。好吧，我们就先滑滑，然后到时候看。看那个有没有要回我，看你没取到一个，我现在range局放很短。我跟你说，一个礼拜过去了 ，App 上没有人要跟我约会，所以我就求助，对，我用求助这两个字，我求助我的同学、同事以及朋友们。我跟你说，找到一个男生，他对我有兴趣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已经换 LINE 了，然后我们刚刚有稍微聊一下，他就是有接受我就是要线上约会这个邀请，他说他可以教我做一道菜，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厨艺非常烂。然后我们还要讨论到就是我们可以玩一个交换礼物，男生会喜欢什么啊？我想想哦，我们如果中间要煮饭，然后玩那个游戏的话，早餐是不是可以吃个甜点？好像可以。光吃甜点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用的那个。我前阵子去拍片，然后吃到一个很喜欢的东西。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，满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。啊，好像有其他东西也可以给他耶。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买一些，你知道，也给他的家人吃。好，我订完了，那我们就等约会那天吧。好紧张。11:13，我们约的是11:30，所以我还有17分钟可以做准备。但我的妆已经化好了，然后我今天穿的是一个宝宝蓝的短版 T 恤，然后再加一个高腰的西装裤。因为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做菜环节，然后切菜啊这样什么的，然后手举起来，哇，这里整个露出来。嗨。Hello， 你好。安妞你好。哦，我可以叫你永成，还是你有什么绰号之类的吗？叫我永成就好。那你现在是25岁？对，25岁，要26了。你会介意姐弟恋吗？哎，我没有要预设什么，但我只是你知道好奇聊。姐弟恋我是不排斥，觉得重点是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感觉吧。可能有时候你会想要被照顾，然后我有那个能力，我当然会好好想要照顾你。但是有时候我也有脆弱的时候，也需要对方给我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温暖的拥抱，105度的可以吗？105度，可能会直接沸腾呢。蒸发。你会介意姐弟恋吗？虽然我是比较喜欢年纪大，可是我觉得弟弟也不是不行。就是你知道还是要看那个心智成熟的程度。就是如果年纪很大，可是你很幼稚的话，那我觉得母汤。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姐姐跟同年龄的，你会选谁？姐姐。姐姐，为什么？听起来就比较爽啊。诚实哦，我就问会不会太诚实？我下线了，拜拜。真的？好，那我们要来做饭喽。那我现在把它切成丁，还是切成片，还是切成什么？就是切一块一块的，切丁吧，那应该叫切丁。好，你会下厨给另一半吗？会啊，有空的话都会。哇，锅子开始冒烟呢。你手这样子看看有没有热了？有。不要那么近，不要那么近。哈哈，而且开始喷油，好可怕、喔！小心哦、喔。好，现在在喷油。哈哈，你要不要拿一块？你要不要裤子拉高一点？就这样。裤子拉高一点。裤子拉高一点，我再抹布这样。好。然后好像可以了耶。然后加一点盐巴跟胡椒。我觉得那个好像有出来了。香味吗？对，而且它的那个洋葱已经开始有点焦焦了。那你火关小一点，待会我忘记跟你讲，火要关小一点。Hello， 你那边状况怎么样？看起来是不错，我觉得好香，我现在应该想吃了，我觉得甚至可以不用进蛋包饭。1、2、3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这样哇的声音啊？因为火很大吧。然后呢，你那边还好吗？我的好像油太多嘞，我看一下，我要开大火一点啊！对对对对，火要开大，你就不早点跟我说，你的好像是成功的哎、欸，大失败哎、欸，
就是一块蛋放在番茄饭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的比我成功哎、欸，这样合理吗？不是，我要先切，我要切喽，不好比我成功。没有，它里面熟的呢，它没有办法打开。这是我的。哈哈哈，那是你的，你的看起来真的是很像南部古早味的蛋饼，然后里面包饭。QQ。好吃吗？我觉得我蛋很成功，但是我的饭没有很番茄酱，我觉得我加太少。我也不错。那你的蛋看起来很老哎。到底什么样的女生？外表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情。那哪一种是你的菜？我觉得活泼比较好一点。那我会太活泼吗？不会。哎、欸，对，那你可以先去把我的礼物拿出来退冰。哦，退冰，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对啊，男生除了帅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幽默吧，我觉得幽默蛮重要的。应该说他懂我的笑点，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频率要 get 到。然后就是要有主见呢，要有自己的想法。主见。但我其实也不排斥大叔，我自己可以接受的年龄差不多在36。你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。那我们其实现在可以来开箱我们交换礼物。那我们先来开你的好了，我已经收到了。但我自己。你不要这样甩，很怕摔坏。哦，摔坏掉是不是？哦，这是小米的，哦，这是它的蓝牙喇叭，很棒哎、啊！你是不是有对我下蛊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因为我真的最近我都还偷偷监控你了。你是我的 iPhone 吗？就是我 iPhone 会追查我，就是我搜寻过什么东西。今年初的时候我就搬新家，我就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买这个音响，然后可是我就一直看很多，可是我就想说到底要买贵的还是买便宜的，然后我就一直没下手。哎、欸，很可爱哎，而且很小哎，哎、欸，这个很棒哎，我喜欢。哎、欸，那我想要开一下你送的礼物。好啊，没错，我就是订了一个乳酪蛋糕。哎、欸，你的跟我的不一样吗？对，不一样，我的是 Oreo 口味的。你先吃完，然后告诉我说你觉得好不好吃。我想知道我的礼物有没有成功。很浓哎、欸，因为它的那个乳酪是一般乳酪的两倍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你要把它这样拿起来，像汉堡这样吃。是很爽，是不是超？哎、欸，我吃它下面有葡萄干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爽哦！我之前有在咖啡厅打过工，然后他们的乳酪蛋糕就真的也是好吃，可是吃久真的会腻，可是这个真的不会。哦、我刚教你那样吃，就是你可以一起吃到那个层次感就出现，它的那个饼干跟上面那个很蓬松软软的东西。嗯，哎、欸，那换我。哎、欸，它的饼干是那个 Oreo 的那个黑色饼干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嗯，很好吃。干杯，我们干杯。干杯，好，可以，干，好吃哦。哦，好棒哦，它连 Oreo 的那个乳酪的味道都超浓。它这个好像也是双倍的乳酪味，但、哦、感觉好像可以配茶哎。我去泡咖啡好了。Oreo 蛋糕配红茶。赞，绝配，配咖甜点配咖啡，哎、欸，这个吃起来真的很棒，小朋友吃我觉得也很适合。哎、欸，那我跟你说，我刚突然想到，我除了这个东西给你之外，我不是还要给你一盒的东西吗？对对对，还有另外一箱曲奇饼干。哎、欸，你给我两盒是什么？对，没错，它这个综合的口味有原味的，然后还有太奶的跟就是巧克力的，粉红色的那一盒是原味的，你知道，我就想说，你知道可以给你的家人吃吃啊，这样。哦，谢谢你。这不是台湾好媳妇。那我吃，你说这是什么口味？这个太奶。嗯，很好吃。What's the cup？ 原味是这个吗？嗯，粉红口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它口感很特别，很好吃。不会很硬，但也不是很软烂那一种。那、就是一咬，然后你会它那个饼干体就会散开。哎、欸，那我问你哦、喔，就是如果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送礼物送男生吃，就是这些小点心的话，是 OK 的吗？其实我觉得蛮贴心的，而且刚好我又是喜欢吃甜点的人。嗯，但
但这个甜度是男生还可以接受的吗？可以，也可以，真的可以接受，因为它不会到那种死甜死甜，它是有还有茶的香味。好哦，那么我们要玩另外一个东西喽，就是换衣服。我就把裤子脱了，哦，就变这样，大露背。整套的。我这样露背有赢吗？我这样露背有赢吗？我要凹背。哎，这样很像那个 A V 男友。你荒谬！这集我们荒谬，荒谬程度来说，对我觉得可以，我就可以平手。好，好，换你出下一题。复古风。